风，世事繁华如云涌，恩怨无时终，生死问途空。阿君，我知影你最近心情郁卒，我特别发明一种羊肠水料理，味香又好吃，你一定爱。是莲姨，你真正袂晓看面色，郁卒的人，你要准备最讨厌羊肠水料理。你这不是个人玩吗？这不是这样的，人家甲阮现在早就什么拢吃了，无咧敬吃。什么啊？不由你竟然请吃羊肠？天哪、啊！你敢真是我认识的迄个飞将军？好友，好啦好啦，卖闹游。我知影你现在心情唔好，讲一寡弯巧。天逢三生有疑失情，飞将军本无憾感慨，如今竟成了众矢之的。有时不堪，人生艰难哦。你误会是真简单，但你解释往往是愈描愈乌。现在情况，只怕要先把是真难。迄、那个地名以后哪来？我饭通吃咯。看伊气冲冲的模样，好友，你爱睡觉，我就讲你交到歹朋友吧。迄、那个地名一看，就是心机深沉的白面干，离他接近，就是大限两字，垂死。同于三生，就算日来天地不容，飞将军总尽力调停双方战会，因为天地人之任务就是必须维持三界平衡。对于漳州听你说要维持三界平衡，但到底恁是何时承接这项天命？又是何人受益？你却一直三含其口，是不相瞒？天下地名各有其官守与掌控，任务飞将军。就是找出人之罪，并负责于完成救世在身。人之罪，听无人有一挂风声，所指是神剑一柔，这我明白，也持续关注。所以先前因龙卑鄙以错天行之事，入了鸿魔极端，我才出手干涉。那有人之罪，敢有天之罪，或地之罪吗？无，那不是真奇怪吗？你救世，何所会得人之罪？比飞将军再尊岁，也是人上之人，有力担当，也是适才适用。好友，你又在说笑？飞将军自然无这种本事，单纯负责人之罪救世，真是委屈好友的旷世之才。何况这两相比，你好像一天下地名又加了一级。若是一般人，早就心有不满了。得亏是你心胸广阔。这是人格天命，不必相争。但如今三生不睦，只怕三界失衡，不知可预料，甚至将变本加厉。此情无相就无相了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放心。又要起阵会，丁三侠一定听你。多谢好友，对了，关于你剑如孙家，世上真济事，本是覆水难收，无对不起任何人。这是最重要。好了，七天之约也差不多够了。好友，我先离开。请。祝魂祝笔太无言，就最上情两眼前。乾坤震动人世间，比比六时随得见。七天之约。阿君，你是何种书经者？最近我想多了解天下奇珍食材初步的知识，不知能否进入范围？你当学习精进，我欢喜拢来不及了，又怎会计算？哈，多谢阁君。